家好，我是郭瑞，我现在在印度 Delhi。 很多人说这里有很多好吃的 street food， 但是不健康。今天我有一个挑战，就是只吃 street food， 第二天不可以拉肚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Oh wow, it's really good. 你们觉得这个有什么味道？咖喱味道。这个是 chickpeas， 还有很多 spices， 还有这个有 onions， 还有 maybe 有可能这个是葱，这个好吃。他加了一个 lemon 和还有一点点 mint， 和中国的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味道，不是只甜的味道，还有其他的味道。2块人民币。记得他加盐，有一点咸，还有 mint， 我记得有一点不好。And he uses his hands. His very clean hands. Okay. 哎，就是有一个面包，里面有汤。里面一般般，有一点辣，很大的咖喱味道，但是就是口感特别奇怪，因为里面呢在特有一点酸，and 外面辣 ，and then 外面很硬，还有里面有汤，我就觉得口感有点奇怪。I have no idea what this is. What is this? It's cucumber, type of cucumber. Yeah. And with the salt and with some spice. And you can have it like salad. You want salad? Yeah.So this is sweet potato. 还有有一点辣椒，还有有一点咸，我觉得好吃，这个好吃。那这个是5块人民币的，我不知道这个有点像麦片。我给你们看这个有什么，这个有 pomegranate， 这个有 peanuts， 这是 peanuts， 有 onion， 有番茄，有香菜，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辣，有一点甜，有酸，还有有甜的味道。这里的菜都一样，这个是个味道。我觉得在这里开车不容易，走路也不容易。这里有很多人排队，他们都要买这个。This is some sort of soup. It looks like there's potato in. Oh, 不好意思，我讲英语。是这个是一个汤，汤看起来像有咖喱味道和土豆。好吃。应该吃这样。我应该吃这样。印度是这样，它有很多咖喱味道的东西，但是口感都不一样。这个好吃，但这个一共这么多菜，快吃吗？我刚才问一个路人里面有什么，他说这个叫 masala， 这有很多很多 spices， 我觉得是这个。他可以加一个免费的东西。Cooked tea. Yeah. Okay. Is it tasty? Yeah, chemistry. Famous. Oh, it's very good. Oh, it's really good. This is India's 甜品. I don't know what it is.
我现在吃我的印度甜品，这是绿色的，这个很甜，还有有一点印度的 spice， 我不知道是什么，有蛋糕的口感，我觉得一共好吃。那我吃其他的，口感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一样。总的来说，我在印度吃了两天的这首小吃印度菜。第一天我没有问题，第二天我拉很多很多肚子。那如果你吃很多很多印度小吃，你觉得味道差不多都一样的，都有咖喱味道。那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的肚子可以吃很多印度菜，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走吧，拜拜。我是郭杰瑞。